今天要跟大家推介的是6068瑞健教育，是一隻本身股来的。公司呢就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私营教育机构来的。过去呢在私人领域、私人教育的领域方面呢都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业务的往绩的。就好像刚刚算公布的中期业绩样，其实纯利呢按年都有增长，可以去到2.5%的。公司呢就是广东省的学生和家长普遍都有认识到的。目前在广东省就经营了6间嘅民高端民办嘅学校，咁未来嘅公司而家计划紧系4村啦，都会起埋嘅寄宿学校啊，预计咧下年9月咧就开始营运嘅。咁加上啦，公司而家提升紧咧，目前已经有嘅东莞啊、惠州啊呢啲学校嘅使用率啊，再加上佢就有个逐步提高学费、收学费嘅标准啦，呢种种方面啊，咁都会为咗为啊6068瑞健教育啊带嚟一个很好的前景的。看到现时中国私人基础教育市场的增长其实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势头在这里，这一类开设新学校都成为公司的增长动力来的。看回现在这只本身股已经创了上市的高位，如果想叫做看好公司发展，可以在现价2.35这些水平做一个买入的部署。止蚀价方面就去到10天线2.1，目标价大约是3元的位置。